JPEX 案寻日拘捕了林作和 KOL 陈怡一共六个人，曾经自封香港秋水王的林作过往言论一向都好惹火，他最经典的事迹莫过于是放售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凶案疑犯同款波鞋，点知抽中火水，遭当时所属的英国保诚保险解雇，才令他加入炒币行列，点知就为被捕埋下伏线。今次林作被捕之后，另一名在本港社交网站以抽水闻名的网红Matt Lang 加入戰團，聲稱放售林作被捕的時候的同款眼鏡，標榜被捕一流，即刻贏到不少掌聲，網民都紛紛大讚靚抽，抽得好，更加有不少人扮有意要買，紛紛講話要排啊。